我从来没有想过奥特曼的幼崽居然可以这么可爱。不久前有一位叫做 Mika 的 UP 主用 3D 软件自制了一个光之幼崽迪迦的视频，这个来自3000万年前的熊孩子大小就是正义的化身。可没想到长大后的迪迦不仅学了咏春，还把哥斯拉给拐走了。挺好吃，哥你尝一口。哥哥，你女朋友要是知道我俩吃同一个棒棒糖，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？哥哥，你骑着小电动车带着我，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揍我吧？好可怕，你女朋友不像我，我只会心疼哥哥。哥哥，